有。那我们在场的有没有福建的呢？几雷两个三举手一下好不好？福建的好哇，啊你嘴你别给这个老板。我这边人多，我没有办法。我嘛是 OK 啦，阿你嘛是 OK 啦。来，几人诶？几人？阿你那爱挑出福建人两个，潮州人有无？潮州人，潮州人，来上台来，两位代表一下，潮州人两位，福建人两位，福建人两个，潮州人两个，起来好不？那你伟良哈爱出一个题，如果你们可以用福建语还是你们的潮州语来用唱出来回答我们的伟良，我们就送出礼券给我，好吗？那我们的伟良啊，今天晚上啊邀请你，没事，唱歌啊，福建人就唱歌，唱歌，你要唱什么歌？哇 ，OK， 我人这游戏是什么名啊？那这个游戏就是生气五瓜 ，OK， 这条瓜里面有四种语言来回答 ，OK， 所以你唱福建的，他们用华语来回答 ，OK， 用英文也可以啊，马来文也可以、啊，所以我唱华语，他们就翻成福建的，你也可以唱潮州也没问题、OK， 好，那伟良大哥要唱什么歌？反正我们是要叫潮州人跟福建人，对，那我就用华语嘛，叫他们翻福建跟翻潮州人，那也可以。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先选还是我先唱？应该是你先唱，我先唱啊。好 ，OK。你来到我世界，那偶然的擦肩，就这样两句，就两句。啊，就按你们鼓啊，用我们的潮州话来唱出刚才那一段，可以吗？有吗？有吗？有没有？没有。你来到我世界，那偶然的擦肩，就这两句，就这两句，如果我可以用福建话也可以。哎、啊，福建话就超多了。啊，这位大姐要来吗？啊，不是啊，我们这位大姐，可能这首歌大家不是这么熟悉，我换一首。好、啊，我们来一首大家都会的，大家都会的，口风的，口风，这个差一点变成国歌了。OK， 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掌声鼓励一下。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就这两句。来，有请我们的潮州的，请上台来代表一下，好不好？潮州人，潮州人，刚才那边举手，现在拿 handphone， 不要跟我假假。来，如果你用你们的潮州语呢，可以把刚才那一段唱出来呢，那我这。